们现在在游步院的电车上，哇，买很多吃的耶。这个是团子哎。啊，应该很好吃。其实它这个车子真的有很多好处，就是你可以坐在这车列车车厢，然后你买一大堆吃的，像这样子，还可以看着风景。一定很舒服，因为这样子感觉时间过超快的。像我们家就是很喜欢看着风景，这时候又能这样坐着吃东西，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自己感受。到了吗？